我58岁时，阮先生已经往生，吼，往生我就落去会员，讲我要来做志工，要来行佛门，要来学上经，我拢唔捌字，啊，我讲要学经，阮查囝就甲我请录音带甲经册，当来我学。啊，我就利用这个落雨天，无叫做事啊，中昼安尼落去学，啊，得学一零一零安尼学学头，就搁换零，学到讲暗时吼，现在困，嘛在读册，嘛在读在上安尼。我每天早时4点起来上经，啊，我就要上经，我就是观想法界众生来听，吼，啊听，啊我上经上好吼，我功德我就回向法界众生，要来去修吼。啊，做这病院开业的是，阮就去做志工。有时有车坐，有时无车，我就请车去吼。我感觉会当来服务别人，咱是做好报的人吼，我是足欢喜的。讲遐非常快会当吼，欢喜心吼，我来挺咱挺咱来做。招庄仔来，咱大家来做环保救地球。啊，我就搁叫招李唐、招金花，因的工作足济。啊，咱来吃环保好无？哎，咱我讲，咱自己人无介久吼，家己的工作嘛是爱啦。咱行做善事、做功德吼，对子孙有帮助。我就安尼甲讲啦吼，伊听听，因足爱做善事啦，听听讲好哦，啊，就帮阮去做回收安尼。子孙的代志，咱就烦恼未了，放互家己去发挥。啊，咱食老若要快乐吼，咱就选择咱要行的路。啊，我选择做主持、做志工，上快乐。